哇，做了两个小时，好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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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这个迪沙路的杜纳玛亚resort了耶！不行，我们汤师傅了，死掉了，累死掉了。这次我们要吃啊玩啊玩迪沙路，对不对？对，尽情的吃，尽情的玩。不过首先我们要等太阳公公出来，我们才可以办事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刚刚好，他还没有要起身啊，差不多了，差不多，就快了，就快了。我们就等他起身好不好？好好好好。等到太阳公公起来了，我们要干嘛？饿了吧？饿了。啊，汤哥，我们现在去找东西吃了，好不好？肚子饿了。我们开始就是把那个迪沙路翻起来，翻一遍，吃一遍，好不好？好，走。这个是 baked bean， 这是 French fries， 这是 mee goreng 吧，炒的不错哦，还不会很干。 Ayam masak hali。 也不是很辣，好像是那个蚝油鸡哦。这个就是我熟悉的，就是那个 nasi lemak 的 sambal 干嘛？我在这里看战士的地形啊，在百万雄军中，后面打过来，在前面那边又几十万的雄军再从这边围攻过来，你觉得怎么样？但是我来到这边，我觉得这地形很怪呀。我告诉你，这叫高尔夫球。这什么？来一下。哎，这个东西很容易的，一个一支杆，一粒球，就那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啊。这是什么？ 这个东西叫做太阳鼓。好，哎，哇！上去的世界不一样哦。老板，我们可以开球了没有啊？来来来，我做了两个小时，好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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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这个地方，你好，你好，你好，耶！ 我们累累累累，累累累累，耍这个给他看，吃啊玩啊玩啊，对不对？对，慢一点慢一点啊！不过首先我们要等太阳公公出来，我们才可以办事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刚刚好，还没有要起，要差不多了，差不多快了，就快了，我们去等他起身好不好？好好好好。哇！哇！哇！耶！啊！
哎，我以为杀了很远的。哇！饿了吧？饿了。啊，康哥，我们现在去找东西吃了，好不好？开始就是把那个底沙乳灌起来。如果你们来到底沙乳想要打高尔夫球的话，一定要来这个 L Stop 找这个 Venmer， 好不好？最帅的这个教练，好不好？谢谢。这是 French fries。 这是 mi goreng 吧，炒的不错哦，还会很干。Ayam masak halim 也不是吧？好像是那个蚝油，蚝油的鸡油。这个就是我吃的，就是。冲啊！那是日本的三宝，有两种，这里还有它的花生啊，鸡蛋、黄瓜，还有炸的姜鱼仔。 那不是好吃哦，里面有什么？看，鸡蛋、鸡肉、酸菜、香菜，这是海鲜的吧？海鲜的，西部，鱼 ，curry oxtail， 是辣的，我错了，那牛尾很嫩呢、啊，很嫩。嗯，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叫它的主厨出来一下啊？ You're responsible for all the fantastic news. Your food is very nice. I like your burger. Thank you. Thank you. Your food is fantastic. Thank you. Thank you. 来到底沙路呢，一定要玩海上的活动，对不对 ？Seaboard， 在我的旁边就是 Michael from Team Seahawk. Okay, Michael. How many games you have here? Banana board 啊，这些啊，那个一定要找 Michael 好不好 ？Sea Sport， OK？ Tony， are you ready？ Yes， Let's go， Michael。Okay， Let's go。百万雄鹰，这边打过来再前，那个边又几十万的雄鹰，再从这边围攻过来。你知道这个？但是我来到这边，我觉得这地形很怪呀。这个叫高尔夫球。这什么玩意啊？哎，怎么样，兄弟们？那个香蕉船还是那多难好玩？好难，好难，好难，你看到没？你看到没？你的事情啊？看到什么？哇！底沙弄上了吗？怎么办？ 没玩过这个好，像香蕉，这个香蕉。这个太阳开出的世界不一样哦。这个我也是第一次，你知道吗？我坐在前面，机器可以拍到我。来来来，我坐前面，我屁股只是离那个那个容量。你好，你好。你好，你好。Yeah。Same like so。OK，很贱一样嘛。你耍剑给他看。来。哦。慢一点，慢点哇。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哇！嗯？哇！哇！耶！哈？哎！我还以为打得很远呢。我要投出那个塔罗！我要投！妈呀！ 帆船，不要不要，他说要。Thank you, 不要 thank you, thank you, sir. 如果你们来到底沙乳想要打高尔夫球的话，一定要来这个 L Club 找这个 Vanner， 好不好？最帅的这个教练，好不好？谢谢。我告诉你，我们要掌声鼓励鼓励。哦，是为了我们的节目效果。不是吧？啊，效果一定要一整，要认真。一个准，两个准，错。 要考他飞的，今天我自己也飞掉。哇！那不是好吃哦，里面有什么？鸡蛋、鸡蛋、酸菜、香菜，这是海鲜的吧？海鲜的。西服。有鱼。Scallop，
Shut up. Curry oxtail. 是辣的。我错了。那牛尾很嫩啊，很嫩。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托纳玛亚的，这个是拉亚海鲜的主厨。站在我们后面呢，就是这个海鲜馆。You're responsible for all the chef fantastic meals. Yes, yes. Your food is really nice. I like your burger. Thank you, thank you. Your food is fantastic. Thank you, thank you. 来到沙鹿呢，一定要玩海上的活动，对不对 ？Sea sport. 在我的旁边就是 Michael from Kim Lee Hall.Okay, Michael. How many games do you have here? Yeah, I have a lot of food.外脆内软啊，像鱼汤鱼肉的感觉。咬下去，第一层是脆的，第二层是香酥的，第三层是滑的。它这是漂亮，冰镇的，是它半湿的。哇，真的很湿啊！这些都是厨师的用心，就是道菜的。怎么样，兄弟们？那个香蕉船还是那多纳好玩？多纳，多纳好玩。因为我们的专家已经结合了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些风味，哇，风味啊，马来人的香料啊，印度人的香料啊，或者是酱料来，所以我们是多元化的中餐。全世界的美食都有它独树一帜的风味因素，所以我们主要如果去旅游的话，这个我也是第一次，你知道我坐在前面，我不懂，不要说接受不了，我坐最重要是要这个拍到我，天哪，新的，我坐在前面就噗，因为这屁股只是离那个吃得到，就是那么远，你知道吗？吃不到，对，那好吃，对。听说这个黑胡椒螃蟹啊，他说会提醒新加坡的吃，来，那我们尝试，来。咬得到那感觉，有些地方我知道的，它是胡椒粉，它的那个胡椒是加工，自己咬的。任何新加坡或者外地朋友来这里，你一定要尝试它的黑胡椒，好不好吃？好，谢谢大家，thank you， 谢谢曹操派。我要投诉他，我要跟他投诉。天哪，他就是要我们翻船。我说不要，他说要。这个翻了。我告诉你，我们要掌声鼓励鼓励。效果一定要逼真，要认真。一个转就够了，看两个转就上。哇，结果两个转，两个一起飞掉。不要搞他飞的，让我自己也飞掉。不行。的拉洋海鲜馆，站在我们的后面呢，就是这个海鲜馆的主厨 Chef Sam。谢谢。哇，有螃蟹。